这把被严重低估的冲锋枪居然这么强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千冲云，今天粉丝特稿想看 PP19， 也就是野牛，居然还说两发就出了传说，笑死！给我视频点赞、投币、关注的粉丝都一发出了。那我就做个挑战，本期视频点赞、关注破2000，我火速更新下一期，这下肯定很难吧？言归正传，大家印象中的冲锋枪是不是射速快、射程低、伤害瓜？但是今天推荐的冲锋枪却是射速慢、射程高、伤害高。没错，这把另类的冲锋枪就是我手上的野牛。这把枪不仅有着较高的续航，其稳定性也是冲锋枪的一流。但是很多人觉得野牛不如短剑这样的高射速冲锋枪，实际上只是你的配装和打法出了问题。首先，枪管选择一体成型胶原器，枪管选择 MFD 轻型延伸枪管，枪托必带哦我操骷髅枪托，技能必带势能，最后选择颗粒过把皮。然后这是国一配件，不信的话可以翻我以前的视频。这套呢不仅稳定，射程高，开镜也很快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实战测试一下。